2月6号晚6:05，乡村法制剧场。18岁的他失去理智，19岁的他左右为难。木子，是什么让他们这对花儿少年演绎成为残酷青春？这一切全被你毁了。对不起。敬请关注2月6号晚6:05，乡村法制剧场。你不是个人啊！别过来。网